out again. Redskins.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哥问频道。今天我们聊一聊举牌女郎的那些事。作为一场比赛中最绝佳的调味剂，举牌女郎绝对是每场比赛中除了拳手外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存在。而对于拳手来说，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在一场比赛称重仪式上，就有韩国拳手向举牌女郎献花示爱，不仅被表白的举牌女郎一脸惊讶与羞涩，连本来是对手的黑人老哥啊，都给这一幕整笑了。不过害羞归害羞，最后举牌女郎啊跑到了哥们身边，娇羞的拍打他的场景啊，丝毫没有看出半点怪责，有的只是给单身狗们的暴击。尽管黑人老哥十分支持自己的对手啊，在赛场之外寻觅自己的爱情，但是赛场就是战场，手下留情是不可能的。至于比赛中被质疑是踢裆，那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再说通过慢放能清楚的看到当时踢中的是小腹，裁判也判定为是 TKO。 最后黑人老哥还是不甘示弱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技术，证明自己啊也是一个有实力的靓仔。其实像这种表白对举牌女郎来说啊，虽然不是常有，但也不足为奇。不过真正的让这些漂亮小姐姐惊恐的和紧张的，其实是来自工作中的危险。看看视频中这抡圆的大摆拳，不要问为啥视频中没有打中后的画面，你就自己想，这充满亢奋的一拳，有几个正常的男人能扛得住，更不要说举牌女郎了。除了这些举牌女郎被表白啊，还有工作中的危险，还有一些举牌女郎的尺度可能更大了。这些表白害羞啊，可能是小巫见大巫。举牌女郎一场拳赛下来啊，也就那么几秒钟展示的时间，那么很多女郎啊费尽心机希望能够在拳台上让大家记住，她们不惜以各种美丽性感的形象示人。当然这也正是拳赛在荷尔蒙爆棚的赛场上啊一点点的点缀。大型赛事啊会在举牌女郎这项工作上啊下足了功夫。我们之前也讲过不少关于举牌女郎的收入、成员构成以及绯闻真伪的话题，但是举牌女郎啊，也不是个个都是女神，不会严格要求自己。性格豪放，在众人面前丑白，穿着高跟鞋，她的脚步踉跄，感觉每一步都要扭断自己的脚踝。就是这样，她还不断地做出出格的大尺度动作，她将一条腿跨下了场。而此时下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，但是无论观众还是解说都无心，只会出现在 Rough and Roll 这样的比赛中。 Rough and Roll 可以译为粗暴无礼，从名字和 logo 大家就能知道这是一个靠噱头吸引眼球的赛事。在这个比赛中啊，对决者的身份要比技术更加重视，比如侏儒之间的决斗。还有警察与保镖之间的对抗名目繁多，而比赛解说啊更是以调节气氛娱乐为主。他们在比赛休息时会互相下注评论举牌女郎的身材笑料百出，本身就不是一个正经的比赛，对举牌女郎管理疏漏啊，让其无所顾忌的将这当成自己的秀场啊，我想也不太出乎人的意料。还这一次直播事故让 Rough and Roll 赛事火了一把，举牌女郎丑态表演片段成为该赛事点播量最高的视频之一，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吧。